者吴佩桦台北报道，抢攻剁手族。日本生活品牌 MUJI 无印良品宣布进驻某某购物网开设品牌旗舰馆，4月11日正式开幕，包括生活杂货、服饰、家居用品、美妆保养、文具、食品等全面上架，当日消费不限金额，可享结账81折优惠。某某购物网表示，在新零售模式下，通路的界限已经模糊，全通路零售成为趋势。目前已有近1000个品牌与某某购物网开设指标性的线上旗舰馆。此次与无印良品合作，站上的无印良品旗舰馆不仅拥有齐全的品项，民众可随时随地选购近5000款商品。除了大型家具之外，其余品项均提供快速到货服务，且是唯一可同步累积 MUJI Passport 里程数的网购平台。无印良品在台迈入第14年，今年的营运策略除了聚焦改装实体店铺、进化实体服务，亦加速网络布局，目标接触更广泛的年龄层顾客。透过线上线下的整合服务，业者预估带来10%的业绩成长。无印良品进驻某某购物网开设品牌旗舰馆，4月11日不限金额81折。某某购物网的无印良品旗舰馆强调品项齐全，快速到货。某某购物网提供